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啊？你是个成年人，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你要是出点什么事情，怎么跟你家人交代？切！行，就算我欠你个人情，行了吧？人情？可是他们是一伙的呀。 喂，你好，我是大秘书。我刚喝多了，你来酒吧接一下他。喝醉了，酒吧？嗯。就他一个人。 对不起啊，下次再补偿你啊，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。 你不会说出去吧？那你可以抱我一下吗？ 文娟。